各位，相信你们知道呢，我已经卖掉我的小绿，我的 S15 了呢。那今天是一个非常兴奋、非常重要的日子，我终于来拿我的新车了。各位记录下这个日子，今天是3月27号，我终于拿我人生中对我来讲一个蛮大的突破。我已经看到我的车了，在那边，哇，真的是跟我上一辆小绿 S15 完全不一样的车。我现在带你们去看，我究竟下一辆换了什么车 ？Let's go！ 哇，各位有看到我的车了。这个车牌我不会换掉了，因为这个车牌不是我的 lucky number。其实这两个是仿那个Lamborghini Malaysia 出来的。先去办手续。哦。各位，一个一个一个。行，行，走，行，行，行。牛。哦。这个是上一个 owner 的 sticker， 然后其实也是我的朋友啦。我会买这辆车，其实因为他给我的价钱蛮不错，再加上他想要换去 next level 的车。哇，各位，我想过我人生中会有一天可以开上门往上开的车。那我们废不多说，马上给你们听一下排气的声音。大家想要看到完整的影片呢，可以到我的 YouTube 观看来。之后我会慢慢的一点一滴讲改装它，请继续关注我。